多于四为陀，按心称吠陀，外道也。大极世界，多极为人对峙，圣极第一义，曰教士大多圣者，大乱所敬等，是三藏中是耳。大者，大力罗汉所敬也；多者，便知生灭及无生灭法也。圣者，圣三藏四门也，此通教士也。又大者，体法大力罗汉所敬也；多者，恒沙佛法皆知也。圣者，圣二圣人，此别教士也。又大者，诸大菩萨所敬也。多者，法界不可量法悉知也。圣者，圣诸菩萨也，此缘教士也。本记者，此诸大德，九位诸佛之所资皆，本得圣状三昧，超诸外道先已成就种智辨之，既来辅佛行化，是作爱见中大多圣，欲引汝入牢；又作三藏中大多圣，欲引牢入深苏；是方等中大多圣，欲引深苏入熟苏。是作转教般若中大多圣，欲引熟苏入醍醐，故作法华中大多圣也。然其本地大多圣久矣，观心者，空观未大，假观未多，中观未甚，又执就中观，心性广博，犹若虚空，故名大。双遮二边，入寂灭海，故名圣。双照二地，多所含容，一心一切心，故名多也。比丘者，含故摩破厄起世三义，摩勒生死。此人出家，复化于人距离三界，乖于魔意，魔用力智，翻倍不复，但愁惧而已，故名不魔。出家人必破身口七恶，故言破恶。夫在家，三种如法养命：一田，二商，三世。出家人，佛不许此，唯起自济，身安道存，福利坛悦，故名起世。三义相承，即比丘义也。不魔即世界，起世即为人，破恶即对治，出界即第一义，出受戒修定修慧，已有破恶不魔起世三义。非独后心，依经家，皆叹后心比丘耳。此皆三藏义。若立圆求真名起世，破障理之或名破恶，修此行不似魔，即通教义。若立三地求理名起世，除通别或名破恶，不八魔十魔者，即别义。若即生死求实相位，名起世，达烦恼及菩提，名破恶。魔界及佛界者，是圆教义。
若未发迹，但以前二义，若以显本，具后义也。本迹者，本登涅盘山顶，与无名痴爱父母结业妻子别，初分断变一家，久除无助，何恶不破，或真法喜，如实如迷，更魔所需，持中道道共施波罗蜜摄众生界，魔界降伏，即佛界如担任成欲，本地功德久已成就。为